报人早上好，欢迎来到这个本期的视频，我是张浩。那本期视频里面呢，来跟大家说说我最近在咨询过程中啊，有一事儿其实挺让我挺有感悟的。说真的，跟大家出来聊聊天，说这个铺路啊，这个铺的好是真的是有很多事情，它是一环扣一环的。今年有一个学生，我带了得有19年吧，还是20年进来的，好家伙，这三年多了，感觉。这学生是加州系的某一所大学的一个学生。你看，首先你看他从高中他就来到了美国。哎，所以他这个英文说的呀，那我经常跟他开玩笑，我说你这个英文说的非常非常的这种 California 那种，就是特别，我跟他开玩笑，纯开玩笑，说的特别的 bitch 那种感觉，就是哦，就是那种感觉，就是哦，Oh my God, wow, this is like so funny，就这种感觉，就是加州那种腔调，那个加州女孩那种腔调，开玩笑。但是他真的有，我们咨询的时候，他偶尔就能冒出一两句英文来，就是那种加州味儿，就那种感觉就出来了。这是他，你看他高中就来了，对吧？高中其实高中是个临界点，就是高中，美国高中存在很多的问题啊，这确实是。但是他高中来的学生，往往他的英文掌握的能力，他本身他时间的累积就在这里，好吧？这是第一点。他来这儿上学呢，你看他去了，他从高中去了 UC 系的，还是非常不错的一个大学，非常不错的一个大学。然后他通过，他现在在申研究生嘛，你看他通过美本毕业，他 GPA 维护到了3.5以上，然后美本毕业，而这个学，而你看他美本毕业，他 GPA 3.0、3.5以上，啊，当然一般是3.0以上就够，但他3.5以上，他大部分研究生的，而且还不是什么野鸡的，还不是乱七八糟的，就是大部分甚至前30或者30到40这些所有这些商学院基本上大多数，除了最顶尖的可能那五所10所以外，大部分学校对他来说都可以豁免GRE、GMAT 的成绩、托福、雅思的成绩都不用。托福、雅思成绩本来就不用，因为你只要是美本毕业的4年的，你都不用一般，99%情况下都不用。GMAT、GRE 成绩基本都能豁免。那你说看什么？那你说申请的时候看什么？你成绩都没有了，你看什么？本科 GPA，他 GPA 非常高，基本上将近满分。第一点，第二点看什么？看大学本身的实力。好家伙，这大学加州系算是一线了。第三看什么？看文书。文书我亲自在指导，亲自在带。没了，还能看什么？看学生背景。那文书里面得体现学生背景啊。你退一万步说，如果单从简历上看学生背景，这个学生也在他所在的那个领域的头部的公司实习。但是这个学生他 GMAT、GRE 考不出来，我考不上就别考了，你反而此地无银三百两啊！你要提交个更低的分数，你看这铺路铺的多好。所以这个今年前30或者专项专业排名前五，板上钉钉的事，板上钉钉的事。所以你想想，这你想想这些学生。相对反过来，很多学生现在还沉浸在痛苦的 GMAT、GRE 的考试过程中。这个不叫钻空子，因为他美国他自己大学，他自己这些大学，他认可他自己大学教学的这个能力，他 GPA 他觉得说明问题了。你就像 GMAT、GRE 这种研究生的统一这种考试，为什么本校基本上99%情况下都豁免本校的这个学生？你不觉得打脸吗？就是如果这个学生本科从这个，比如说我从 ABC 大学毕业了，本科我修了个 GPA 3.9。然后我 GMAT 一科考500多分，那大学你怎么想自己啊？大学就这教学质量本科，所以大学本校一般都豁免。那其他大学其实也都相互之间是都一般都不要 GMAT 这样一成绩了，因为它说明问题。所以也就是因为他提前一步一步铺的好，他现在可以直接通过他的本科成绩、学校的名声、文书。他不就开玩笑吗？他说今年学校排名也升了，学校争气，张老师也争气，帮他好好写文书，他就啥也不用干，坐等拿 offer 就完事儿。你就想想，这多顺，这一路走呢？
但是同样，如果你不是高中就来了，你不是每本四年在那念的，你又得提交 GMAT， 又得提交 GRE， 那二选一嘛，然后托福、雅思二选一，你还关键是你还没有本土的实习和工作的经验，然后你还得佐证这些，所以说这就是这。得了，我就坐等吧。反正他底下提交了四五所了，我就看今年这个结果。其实，但是我这个人啊不满足。我上次咨询跟他说什么？我说，你就这点志向吗？我说你就别不要不要，就是就板上钉钉的事儿，咱们就拿一个好的大学的 offer 就完了。先拿到了手里，攥了手里以后，我就带着他去申请那些 deferral 的 MBA。就是这种 deferral 这种 MBA， 反正你申嘛，对吧？你申了，你最后给你 offer 了，你可以先上个学，上个硕士，你再工作两年，然后 deferral 嘛，二到五年之内你再去就行。你看，等于把 MBA 的路也提前铺好了，这就是一些思考和战略。我老说这句话嘛，就 we understand， 我们理解 ，students relies on our expertise。To create opportunities， 学生依附于我们的专业的能力去为他们创造机会。And we work hard on that， 我们在努力在这方向努力的，好吧？以上就本期视频，每周五档的免费的咨询时间，大家如果想联系到我们，可以给我发邮件 firstsem@lastsem.com， 能通过微信联系到 PSMC HS PSMC Eric PSMC JJ。以上本期视频，我们下期再见，拜拜。Millions of Chinese students learn at business schools across the U.S.What does this mean for them? Is it about learning and experiencing life? Or is it about personal growth and reaching career goals? Either way, there are both opportunities and risks. At Hennessy Consulting Group, we understand the underlying risks and possibilities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s.And we employ scientific methods to unleash their potential. We work with students who are confident enough to see challenges as opportunities, who spend their time learning how to build their careers for a brighter tomorrow, who share tears and smiles, worries and desires, achievements and prosperities. At Hennessy, we support global talent's active success, and it's time for you to rise.